一下警察叫你不要下车，呀嘞，我好乱哦！一下下回书，一下认识很多老大，一下很行，一下警察叫你不下车，你就可以不下车。中华民国宪法哪一条说警察叫你不要下车，你就不要下车？呀嘞，你就不要去就好了嘛！熟了熟了，老师嘞，啊，嘛唔敢，嘛唔敢跟我讨论，嘛唔敢讲出一个哑皮讲，哎，就关掉你这个讲啊！我。右屏竹联帮，右屏天道盟，后面三排大哥，是不是？后面坐着100多个大哥，挺我支持我啦！观察我，就把攻啊！聊天室里面最多人就想要听的是勾二，勾二，勾二，现在变我们的爸妈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，他昨天半夜，根据我的线民在那边哔哩吧啦在那边聊，得到结论就是攻啊！我把它说到最短，就是三个字：攻杀。哇，其实实在话一句话就是，老师跟大家讲说，这个战争已经没有再战下去的必要了。我觉得啦，因为他已经被我打在地上磨洗了。一下警察叫你不要下车，呀嘞，我好乱哦！一下下回书，一下认识很多老大，一下很行，一下警察叫你不下车，你就可以不下车。中华民国宪法哪一条说警察叫你不要下车，你就不要下车？呀嘞，你就不要去就好了嘛！熟了熟了，老师嘞，啊，嘛唔敢跟我讨论，嘛唔敢讲出一个哑皮讲，哎，就关掉你这个讲啊！我右屏竹联帮，右屏天道盟，后面三排大哥，是不是？后面坐着100多个大哥，挺我支持我啦！观察我，就把讲啊！啊，最后话都不讲清楚。啊，反正哦，反正想要看的是加入会员，反正他现在就是好啦，反正就是固定一些人会支持他，这样就好了嘛。他也这样可以生活。他臭我，今天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我以前就想说算了，如果你每个都要去臭啦，每个人都要去臭的话，哦，你会很累啊。人家今天在跟你讲道理哦，我觉得现在好像都不可以好好讲，反正。大家在做直播嘛，你可以开直播出来讲。哦，是他的是没有镜头是不是？还是没有什么？我是不知道啦。啊，发个限动就在那边恐吓威胁。啊，要讲吗？啊，更唔敢讲吗？要讲抢，更唔敢讲抢，对不对？要给人恐吓，更无啥敢人恐吓。哎呦，我是不是在讲你哦？我可能是在讲你，我又不是在讲你哦。我好像你，好像没有你哦。我很喜欢你，好像不喜欢你哦。公阿，你公阿高兴那你公阿，我现在是台湾神童陈之翰，人家印度有一个神童嘛。我现在来跟大家讲，他未来会怎么走？他未来的走向就是，还是拍这种片，还是在讲这些话，观赏人数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。对，一开始还有热度，之后慢慢下去。然后之后一定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，你等着看，很搞笑的事情。他要博新闻版面，一开始一方面说我不想红，一方面呢又想尽办法要炒新闻流量，你等着看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点进去看呢，他又来了，哦，明明可以直接面对问题讲问题的点，他就不要，他就要绕一圈。然后你听完了之后，请问你在讲什么？哦，然后你也听不懂，最终还是要加入会员。那当你真正加入会员的时候呢，你点他的影片跟没有加入会员是差不多的。